你一直说你要找海苔，只是去找不是海苔的地方。你那没有顺便啊，然后重点是海苔都没有，都你要专门去看的海苔，你都没有顺便去看到海苔，你也是很厉害。你是专门去看别的东西，所以海苔是顺便看的意思，所以顺便看海苔。